谢谢，很棒！今天送的血瓶，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，谢谢！今天第一个送血瓶的兄弟，已经打狠狠的打小了值得点，谢谢！今天第一个送血瓶的兄弟，谢谢。 今天的第一把，大家觉得我是输还是赢呢？今天第一把，我是输还是赢呢？别老是叫我挂机了，行吗？今天不挂机行吗？ 今晚不挂机行吗？别老是叫我挂机了，不用玩了是吧？老是挂机那玩了干嘛呢？不如不玩了。大家不要一直叫我挂机了，谢谢。今晚尽量不挂机，今晚他妈今天一把不挂机。我要宣传正能量啊！我不能老是挂机，我得来正能量了，必须要来正能量。 来开一下生活，给大家看一下真正的帅哥。我现实也很自信，喂喂喂。 为什么我感觉我现实比网络上要自信呢？我感觉我现实比网络上要自信啊！哎，吃那能怎么样？那吃那能怎么样？你不玩就不玩，我他妈吸行吗？那吃那能怎么样？能怎么样呢？再吃一波，我吸就行了。 出来干嘛？哦，这么帅吗？我真的好贱啊！他妈叫闪耀杀不了，有什么用？那叫闪耀杀不了，就是实现有实现的好处。我这波实现把他勾引过来，那就杀了。有没有闪啊？这种人？哦，喊他妈！ 绝帅的双杀帅，我是不是如果我不实现，我说如果老子不实现这波就双杀不了是吧？我就是实现了才能双杀，那没有什么问题吧？我不实现凭什么双杀呢？没有道理的双杀，我不实现真的双杀不了，我就是实现了，所以就双杀，没有道理是吧？我不实现怎么可能能双杀呢？本来大隐都要回去了，这实现有实现的好处，并不是没有好处。 确实，一时间把对面打野勾引过来，直接双杀，大爷拿两个助攻不好吗？还有分，还能分到经验。直播间有没有小弟从来没有骂过我的，说一句话行吗？刷个六行吗？那种从来没有骂过我的，能不能来点刷点六什么的？游戏玩的又强。 毛都没有一根，确实毛都没有一根了。我直接横渡走去进野区了，这完全横渡走进野区。我什么情况啊？确实没抢到，你确实没抢到，我抢到我升六级把他秒了。
真没抢到，没办法，抢到神六把他秒了。可惜可惜，抢到就神六了。没拼过这个野仔啊，跟着野仔拼惩戒，没拼过这野仔。那我怎么办？那我没好玩是吗？那我确实好玩，那个确实没办法，确实没有办法。抢到神六级，至少杀一个，甚至双杀。野仔应该不会杀我的吧？试试我吧。感觉野仔应该不会杀我的。偷野关。我看弹幕上有些野仔一直刷狐臭狐臭的，确实可能他自己都有狐臭，我感觉有些真的他自个都有狐臭的，他要这么说我，他自己身上都有狐臭。你在玩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呢？你自己身上可能都有狐臭的，你要这么说别人。先刷野，先刷野。你们吸我中路很混，那没事，等一下吃你先，你反正你是混子，你会吃你的先，我吸他就行了。他这么说，那我等一下直接吃了。这游戏能赢就行，那打排位你不赢你输吗？你打排位你不赢你输是吗？ Shut down。确实你好，能怎么样？那我吸不就行了吗？打游戏赢就行了，我打排位赢，我吃的越多经济，他妈你上上面好好打，你不用好好打，你上面你玩下去，你随便丢几个技能，我都不懂你怎么输。被恶心，确实被恶心，被猎狐大队捉啦，被猎狐大队捉啦。确实被恶心，被猎狐大队恶心，感觉被猎狐大队恶心了、啊。这个钱出的不懂出什么，不买鞋子了。他不来搞我，他妈把那打野区全部反完了。不搞我，他妈把野区全反完了，挺可惜的。闪现没用，闪现没用，叫闪那石头有大一样死好吗？叫闪石头有大一样死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我就问你干嘛老是说别人的狐臭，我玩游戏，你玩游戏我猜你喷我就算了，你不要一直说我狐臭好吗？我玩游戏猜你真的说我真的无所谓的，但是我他妈你不要说我有狐臭，我确实没有狐臭，被人一直说我很烦。如果别人说你是小丑，你开心吗？就像别人说你是小丑，你开心吗？今天不挂机了，今天不挂机。正能量主播，凭什么挂机呢？为什么要挂机？我可没时间胡闹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为什么啊？第
把就被踩头，第一把就被，第一把就挨踩头。这他妈今天第一把就挨踩头。不是吧，今天第一把他妈就被踩头。受不了，受不了的，受不了的，放心，一定受不了，不要急啊！试试我吧。我觉得受不了，抓不下，抓不下。现在节目时限了，有那个野怪猎人都不吃，真的。野怪猎人，一会再吃，等那个过了先。来这把觉得赢的刷一，输的刷二，我采访一下。今天第一把玩的不是很强，但是等下不会菜的。也许不是很强，但是一定不菜。觉得我是无招生事吗？瞎眼吧！直线发育快，我起来很好赢了。你玩下去就行了，你正常打就输不了。运吗？一样翻嘛，对吧？一样翻嘛。我他妈输没有，老子刷输了有毛病是吗？把头埋低。确实没输，你急什么呢？我就问你，你在急什么？注意了吗？能偷个野怪吗？到了，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确实有个卵用。什么情况？喂，你好。又是几个人搞我，他妈又是几个人搞我，不懂什么情况了，又他妈来是几，每次都是几个人几个人呢？前面被确实前面反也是几个人搞我，搞得我急了，搞得我有一点点猴急，老是几个人搞我，他妈不用对线了，妈的永文是不是脑子有屎？我每次进野区的永文老是过来找我，脑子有屎是吗？我看到有个弹幕叫我进场，确实，我就算不播我也不会进场，知道吧？我一辈子都不可能进场。看到个弹幕叫我进场。
读不了，读不了。试试我吧。有个石头人比较克我，那大招石头人大招比较克我。转！野区全在，把他这波杀了，直接进他野区反野，他野区全在的。有野怪刷就不吃线，没野怪刷再吃线嘛，打野是这样的。而且前期吃线那也有那野怪猎人，有野怪刷就先刷野。还你吗？把臭逼啊！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啊？刚才玩他妈石头，我看他撞我这一把十八分钟撞了我四次了，有四五次了吧？他妈盯着我恶心是吗？他妈还玩个 AP 石头，玩的明白？你玩的明白？撞了我这刚十八分钟，他妈搞我四五次，进野区一直撞我。回村，回村。该断旧账。怎么刚才封一个矮子，他妈又来一下矮子？瞎眼吧！麻烦不断。我现实也有一米七左右，也不算矮。我现实也有一米七左右。我可不知道。去哪儿打哪儿。也不算矮啊。等我。我是在虚张声势。我操你妈！他妈一直盯着我，是不是脑子有屎啊？那个刷输了能不能说句话？那个刷我输了，确实没输，怎么感觉要赢了呢？这石头人确实盯一直盯着我的，我没看到他撞过别人，你怎么一直盯着我？确实难受。野仔一直盯着我撞，确实难受。二十分钟240刀算多吗？玩打野的，240刀二十分钟是多还是少啊？我就是不走，有种干掉我好吗？我就是不走。有本事捉掉我。放松伙计。我们这边什么时候拿了条小龙我都不懂。狗脑子是什么？狗脑子。
为什么这么强啊？为什么这么强啊？为什么这么强啊？十六级，大家看一下对面打野，又控龙，他控龙能赢吗？十一级，比妈都还瘦，而我已经十六级，他才十一级，你怎么打？一个这种钻石级左右的局压别人这么多级，他很难玩，根本玩不了。我现在一个人打，能打几个人呢？我可以打两三个，甚至更加多。我能一个人打五六个，起来以后。身上四千了，准备抽够一半的分手费，准备抽够一半的分手费，麻烦不断。确实三个人敢上吗？他妈三个人打我一个都不敢上，他妈三个人打一个都不敢上。三打一还怕？我还没出装啊。别再偷老子东西是吧，把你手打断了，试试我吧。你好野仔，你他妈刚才撞我是吗？你在玩什么呢？不是吧，哦，这为什么大半光球 A 下就死了？我打到对面给我刷六，他妈为什么大半光球我没看懂，距离也有点远，这凭什么死？那边怎么玩啊？也是钻石局左右的，他妈大半光球 A 下就死了，那怎么玩？就是吃线男枪，我确实这吃线了，我确实来不及，二打四了，这波二打四，那确实吃线的，有吃线的作用。谢谢多余送的超风卡，谢谢谢谢多余送的超风卡，感谢谢谢。好呀，等大招应该没好。刚放完大又好，他妈开脚本放的是吧？野仔刚放完大又好。为什么看到弹幕上老是有人叫我进场进场呢？大家不要担心我，不用担心我。管你自己就行了，不要管我，不用担心我的。我很难受，为什么他妈的玩游戏老是被队友说，被还要被对面喷呢？我都没打字，他干嘛要骂我呢？
我好像没有打这把，这把。好热的，穿穿穿，好暖，穿好暖，确实穿。打他师傅慢一点，打他师傅。我就问你打得死我吗？你好。那个刷书的能不能继续说话？刚才抓住的野仔，这我怎么输啊？我说了，我是经济队友，这玩下去是。